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梅。小林说今天要带我去摘樱桃，我应该是说带我弟去的，我只是跟着去。然后今天换上了我们的民族服装，这几天挺热的，好久都没有穿了。这个鞋子是我妈自己做的，看还有帽子，帽子是这样子的，好看吗？转个圈圈我看一下。今天出太阳好热，我就不戴帽子去了，那个帽子后面带毛的。上次小林不是还欠我弟一顿龙虾吗？我弟就说要用摘樱桃来交换了，我弟从来没有摘过樱桃，我们也没有摘过，今年也是第一次吃，今天就带我弟去摘一点吧，不然等过两天都过季了。走吧，路蛋糕。看下面这一片绿绿的都是李子，樱桃在对面。要几个？三个啊，好，一人一个。走吧走吧，一人拿了一个小篮子，10块钱一斤。我后面这一片山全都是，10块钱一斤，我们要摘满了。漏漏打糕，自己摘自己要啊。我们要去上面还是下面摘啊？上面这里吧，看好多的。刚才有个奶奶说上面那里还没有人打，我们去上面那里打。好，这些只剩下小颗的了。我们上去这一块。这一块摘。上啊乐，跟上啊。看这些都是红红的，好好看呀。哇，看好好看呀。摘得我们满头大汗，我穿这个衣服太热了，我要把这个肚兜给拿掉了，把这个肚兜给摘了，这样凉快一点。那来给你戴。围裙是不是？你们两个摘要摘那种又大又红一点的哦，不要摘黄色的，也不要摘小的哟。这些矮的反而还比较大颗，高的都已经被摘完了。对呀，是不是？你吃吧，我已经吃过了。要是有剪刀就好摘了，这样子不怎么好摘。看，这个像屁股一样连到一起的。这么一大片樱桃就我们几个人，还有两三个。看这个又连到一起了，你感觉这个像什么？像你啊。鹿蛋糕摘快一点哦，你一直在这里躲阴凉嘛，快点吃。太热了，我们就躲在阴凉下摘。你的冒汗完了，赶紧摘完回家了。鹿加油啊，快点，你在这里一动不动嘛，下次还要不要来了？甜不甜？甜。就是有点热了，今天太热了，你们两个快点摘，我们要回去了，一直在这里偷懒嘛。我的小龙虾就在这里啊。这一颗的好大呀，鹿蛋糕过来这边摘，这一颗的又甜又大。鹿蛋糕你摘了多少啊？还没有满啊，我们也摘了两筐，这一筐还没摘满。自己摘10块钱一斤，这一篮不知道有多少斤，买的话也是10块钱一斤，只不过自己摘了又可以选又大又漂亮的，还可以尝一下。摘樱桃的阿姨们都吃午饭了，不知道多少钱一天。看这些都是阿姨们摘的，好多呀。要不要了吗？还要不要了？再要一点放那个吧。再要一点放鹿蛋糕那个吧。今天我们就来吃饭嘛。不吃了，不吃了。十二点了，饭点了，不要客气嘛。不吃了。不吃了，不吃了。一篮有多少斤啊？三斤，那就一篮30块。启动附送收款90元。走吧，回家了。你的，这个是你的，哪一篮都一样。带了3筐满满的，不到100块。鹿蛋糕，你的是这一筐，我弟跟我妈吃一筐，我跟小林吃一筐，然后我们又拿一筐过去那边给师傅他们尝一下。
今天我们三个边摘边吃，我们都已经吃饱了，我们才回来。现在再吃一颗都觉得是酸的了。鹿胆糕吃的最多，他还担心他拉肚子呢。我们拿两筐过去，我们走了啊，爸爸宝贝。妈妈吃鹿胆糕，你的龙虾已经完了，拜拜。先洗，再拿去给师傅他们尝一下。哎，老鹰的，老鹰的，谢谢啊！先放在这里，师傅们洗手一下。今天师傅们做的这么多了，做得了一间。